主席、各位委员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陈福海等18人，有鉴于金门海域是大陆渔船业界捕鱼最频繁的地区，不但沿海岸定制渔网曾被大陆渔民整个网连渔获拖走，甚至还发生28艘大陆渔船冲进小金门楼处渔港要求释放被扣留船只的离谱行径，特请海巡署持续加强护渔与禁海勤务，更请陆委会尽速与对岸展开协商，针对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建立共识，并授权由金门与厦门地方政府建立疑似纠纷通报与协调机制，以切实保障金门地区移民权益，维护海洋生态资源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委陈福海。